肖战八月惊喜不断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肖战喜迎双星，新代言和新剧《玉骨遥》都要更新，会和大家见面，非常期待。特别是新代言，肖战有望和行业第一新相应合作，这家品牌相信大家都特别熟悉，也是大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，曾被国家质检总局评为免检品牌，质量毋庸置疑，可以信赖。据悉，在八月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肖战喜迎双星，新剧《玉骨遥》会和期待已久的观众见面，新代言心相印也浮出水面，会迎来官宣，这可以说是双喜临门。《玉骨遥》不用多说了，在这里谈一谈肖战将要官宣的心相印，是国家免检品牌，是不是肖战的粉丝？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所接触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对肖战新剧和新代言都表达了期待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等一个官宣，官宣最重要，这句话不知道强调了多少遍。理性吃瓜，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，也是得到公认的正能量偶像，我们当然都会期待肖战，支持肖战的选择和决定。如今肖战好消息官宣在即，大家一定要继续做到专注自家，保持谨言慎行的态度，不要在无形之中给肖战带来了一些舆论麻烦。粉丝团体非常庞大，有些存在争议的话题，一旦吸引到了粉丝，哪怕是被动关注，都有可能给肖战本人带来麻烦，这自然是我们大家不希望看到的结果。肖战非常成熟，维权一直都在路上，我们只需要做到存好证据，交给肖战工作室处理即可。不知不觉中，大家陪伴肖战走过了无数多的风风雨雨和日日夜夜，见证了肖战的成长，也遇到了不少麻烦。事实证明，问心无愧的肖战，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期待肖战惊喜，支持肖战的代言品牌和作品。